没有，他连我也没有了吧？没有吧？我被你看打我，打回他。欢迎来到。你要知道录什么？他们跟你根本不知道我要录什么。要录 Q&A 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来啊，第一道题。也太直接了吧！完全前面你们需要两个团第一道题。OK， 我就是请来我的两位马来西亚的朋友。马来应该你应该把我们归类为马来西亚最好朋友、啊、马来西亚最好的朋友，他在每个国家都有最好的一群朋友。对，我们这次来台湾，因为我还是不会，这样讲可以吗？太夸张了，我觉得可以。可以。这是我募集大家问我们三个跟他们两个的问题，那我们就开始来问喽。第一题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这其实讲过很多遍了，但是大家观众们在看影片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在影片过讲，好像没有认真的讲过，没有认真的讲，我就在 live 发直播。好了，认真讲了，主要是因为我，因为我跟 Danny 要见面，就那个没头没头，没对啊，没头发的 Danny 啊，我跟 Danny 要见面，没头发的 Danny， 是你跟 Danny 要跟雅货见面不是吗？没有，你要听我讲故事，我细节。我跟 Danny 要见面，但 Danny 就说他要去雅货家，然后去雅货家就看这个。你要讲什么？你要讲被告的东西？不要，还是不要讲。讲啊！太多被告，庞然大物，坐在沙发上玩手机。那时候我说，是香妃，其实我很早懂哈。对，因为在台湾那时候就很火、啊，就一个这样子女生，怎么隔壁这么多男生？的确，大家是这样定义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认识她了。对。但第一次见面没什么聊天。没，根本没聊天。有聊一些。有拍照。有拍照。为什么有拍照？但她至少还有回应几句了。对啊，那时候超高冷的哦，高冷的。哎呀，超级。就几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对谁都这样，我都是不会先讲话的，我真的很冷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说话是什么？冰山美人，美人可以拿走吧？你因为 Danny 去雅货家，那我原本就在雅货家，所以我们才认识的。感觉是你像雅货老婆哎、欸，别乱接那些不重要。第二题是对彼此的第一印象，你刚刚都直接讲了冰山啊，他真的很拽、欸。这样你要形容我们两个啊，第一印象。你们两个就是觉得你们是一个情侣，但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应该没觉得我这么潮吧？也没有，我会觉得你好看。哦，那正常啊。正常丑啊。因为丑人不会觉得我好看啊。他妈的！第三题是我们对方的优缺点，你要先称赞我吗？哦。你先称赞我，再称赞你。我刚才一直想要先挑一下优点。你可不可以好好做人？先讲佩瑜的优点。别人的小东西，我觉得佩瑜的优点是很厉害拍照。嗯，我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像那样拍照。佩瑜也会默默的关心你，但也不是很想关心。对，他就是他会很像很拽一样，然后把那东西丢在你行李箱，然后你就回去看，哎、欸，他送我东西这样。他就不是很浪漫的，但是他是很体贴，也没那么体贴。不表现出的浪漫，对，我不会有那么多的高冷的浪漫，高爷爷冰山的浪漫，冰山浪漫。那缺点的话呢？我想一下，缺点是缺点太多，我要想一个，你想一个能上台面的。我在想什么大缺点，因为好像也没什么。我的缺点应该大耳功能，可是我很情绪化。哦、就是 oh, 对对，我会一下很开心，他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就 OK， 他有时候像他可能有点烦躁，他就会说，对，就像刚刚就是一个，因为可能我们只晚一点，刚刚真的等两小时，还好吧，看心情啊，他会看心情讲话，他有时候有点不耐烦，但都还好，没什么大问题。那我们呢？你们呢、哦？昌的优点呢，就是真的很乐观，我觉得他妈。怎么讲这么没特色？不揪，不不揪出来的。我觉得他好像遇到什么困难都很乐观一样。然后缺点呢，就是他真的太屁了。我真的这辈子如果要选一个最屁的朋友，我就挑他。真的是我跟你弟。但我觉得我应该好很多了吧？比起当年认识的我，应该有吧？有进步，有吗？有。书生的优点就是他，就是很贴心，然后他是会看别人的情绪的人。哦，会。对，然后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减肥，绝对不吃宵夜。这是他点是，没有这个叫自律。对，就很自律，我就连朋友都会感受到自律。我现在就是那种你拿东西贴他嘴巴，他也不会要去吃。因为主要是吃宵夜，我们都在吃，他都可以不吃。对，而且就认识这么久，他也是不吃，死不吃，真的说不吃就不吃。到缺点了。这是吧？这是。我就要讲这个，还好吧。
缺点是他真的非常的不爱回讯息，就是我们有三个人群组，但是像是我们在聊天，对，我们，然后还有人在监视我们聊天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习惯就是什么都是在群组里面讲，他就用看的，然后死都不回，密他 IG 限动，可能一个礼拜后再回我，對對對，或者是你密过五次之后他回一次，对，其实他也不太会回我，这也正常，这是很正常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有在一起吗？他连我也没有了吧。没有吧，就是他不回讯息的程度是，我遇过第一名，我也是第一名，真的吗？没有人跟你一样，没有人敢不理我们，没有人敢不理我们，多少人想跟我们聊天？对呀、啊，干、啊。变熟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？就是为什么变熟的？啊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好笑的事情不是刻意变熟了，就很自然变熟了。但是我们有一个点就是，我们一开始见完面后那一年可能都没有联特别联络、嗯，但是我们刚好都在韩国，我们两个见过一次面。嗯，对，然后后面回台湾之后就开始常常去吃晚餐，几乎一个礼拜会五天去吃晚餐那种感觉。就我们以前刚开始不会、欸、特地约出去拍照，还出去做什么？就是、没有，我们就只是单纯的一起吃饭。对，吃饭聊天就很自然变熟。平常都没有住在一起，要怎么维持感情？我觉得很扯的是，我们就算疫情没有见面，还是在联络。对，就没有完全不熟那种感觉。但是没有天天联络，但是就有事想聊，就还是会丢群组聊一下，但是不会。要聊那个成语形容配语，庞然大物啊！干！我在搞他，搞他！该题，我们有吵过架吗？你跟他有吧？我跟他没有，我们没有吵，我觉得我们没有。你在真的没吵架吗？你是生气？他都不会回你。不是，我不会做像你那白目的。我说你不会回他，是你们不会聊天。屁啦！我们好像吵过一两次吧？没有吵架，没有吵架，是你生气他而已，单方面生气。就没有要跟你吵架，因为我跟单方面暗恋是一样的概念。他单方面生气我，我做什么？你就白目啊！就你很常做，真的做一些很白目，说讲，或者是我心情已经不好，他还在讲那些白目的话。对，然后我就不会察言观色。对对对，招惹我。对，但是不是吵架，就是我单纯不爽。对，可是我一下下又好。这个应该是我讲话讲太快了，那个机关枪。不是，就是你白目，就是你白目，不要为自己找借口。就是你白目。对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都可怜吗？我怎么打？反射条件。重点是打的还不怕。我来说就是他只是烦躁而已，当然没有真的生气啊，他是当下不爽啊，就隔天就好了。因为他会那边啊，没事情嘛，然后就是笑了。他每次也会讲啊。没用。你们佩玉和书生掉到海里的话，常勇会救谁？浮起来啊，是因为脂肪的关系、欸。是浮起来，不是浮起来。反正有脂肪就会起来啊，就会救出来吧。我体内脂肪也蛮高。体外脂肪比较低。大家。到底是谁的？是他帮我接的，买家庭。助攻一分。啊、oh, ，我们常有跟佩玉很常做一些很贴近的动作。书生真的不会吃醋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很难。也是要看脸。我觉得应该是，是看脸吗？等下他没反应。是啊，主要那个人我够信任，其实他们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有感觉。我觉得如果长得很漂亮，我没事关系，还是有点，还是有点小介意，可能不想讲。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杀伤力，眼睛看着我对场面就没兴趣。他不会，就像米奇哦，对他我也。米奇又有住过我们家，对啊，对对对、啊，他健身练屁股就是为了给我看啊，不是吗？而且给别人看，你们不想给他看吧？有个问题就是因为米奇又也不会看上他，对，米奇又也不会看上他，就很双向的信任，对。怎么搞得好像是我的问题？搞得很差一样。但是有些人我还是会介意、啊，对我还是会那种眼神要把对方杀死那种，还是会有的、哦，会有。我没有那么，我没有那么大方哦，不要各位不要听到这句话然后扑上来把你杀死。上海来吧。未来买房子，他真的会留一间给我吗？可以啊，真的会留啊，真的会留，会哭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这样买了，记得看我影片哦。喂，为了影片这种效果啊？你是为了影片，然后假装对我很好，然后假装留个房子给我？可以留啊。哎，这个为了效果也不错呢。因为你们会有心电感应吗？就不用说，就觉得彼此在想什么？会啊。对啊，那我们三个有吗？你跟他比较常会吧。我们的三观可能比较像一点，看到团结是会就觉得，的那种。你们心电感应就只是大家共同的点是一样的。那你是讲出对方让你记得一个
贴心的瞬间。那因为我好像没做过什么贴心的事情。我应该没有吧？那我谁记得好了？因为我真的很记得书生有一个点，什么？可能你不会记得，但我真的记得。一个点哦。一个点，左边一边，两边。什么事？就是之前我们在学 YouTube 的时候，是你教我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来我家教我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很窄的桌上。他就是我 YouTube 的师傅，启蒙师傅啦，叫我要拍 Vlog 的，嗯，对。然后后来你们在家教之后，书生就用了，然后就发现我没有滑鼠垫，然后就说这样用手会很不舒服哎，就他下礼拜拿一个滑鼠垫给我。真的吗？有，你记得哦。真的很久，这应该有六年前的感觉。这刚认识不久，刚认识不久的事情，看到现在我还记得。好厉害哦！对，他的书生陪我去看郑信哦，笑。他超屌啊，直接抛弃我陪他去看。哎、欸，那郑信真的很屌哎、欸！真的，就是我们这一个决定，就是我很想看郑信，但没有人陪我，我不敢去。前一天哦，前一晚就买机票了。他说我陪你去，然后我们就买了五个小时后的机票去了。那时候我真的好可怜，我记得突然被抛弃。而且我记得是我们一回家马上收行李，然后马上走的那种，就去韩国了。那超屌，真的超屌。好像没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承认了。没有，你好像还是有，可能就不是，好像蛮大的。对对对，就可能，我记得之前去马来西亚，我去旅游的时候，你也有就会自己帮忙拖行李箱。那小细节，小细节，就你会主动做一些事情。哦，我是很小的事啊。对对对对，但是还是生活碎事，很值得纪念。然后最感动应该是那个我们垦丁的时候，我们去毕业旅行。我吗？对对对对。做什么？因为你在上面演讲的时候，你哇，对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因为他讲说很谢谢佩仪介绍给我朋友的，他流泪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讲完这个我就流泪，我记得。对，那所以是我最想流泪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啊。因为我们大部分台湾朋友都是配的朋友，对对，我就几乎都是蛮记得这件事情。哭啊呀，哭啊！所以那时候想说，去看我的影片，一推销自己，白痴。我们一起出去旅行，嗯，会有人被冷落吗？我觉得不太会，就算他们是情侣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走了，我跟你才是情侣，不会耶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是一个问题。可是因为很多人三个人的确是会有这问题，而且更何况你们是情侣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嗯对对。但我们三个完全没有这问题，完全没有。就是我跟他，他跟他，我跟他，我们都非常的 OK。旅行中我们有吵架过吗？好像没有。旅行中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就是就我跟他在吵架。对，因为情侣吵架其实很正常，蛮正常的。但是我们三个完全没吵架过，因为我又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没有。你想说谁？看了没？旅行通常是谁规划的？他，对你。以前不是他吗？没啊，都几乎都是你，都是你。我们开始一起旅行的时候都是你。对，这是常用的一个优点，因为我没有见过男生会做 PTT。啊，是吗？我遇到知音。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意见要去哪里，我就很麻烦了。对啊，对，但是他我就算遇到一群，你们不要吵，跟我的团。知道跟我们彼此之间的问题，因为其实我们就也没什么太大的吵架，然后又不会吵架，对一些事就这样子，大概都知道彼此不爽点什么都不去，对，就不要他，但是他真的很白目，他整天发我的丑照，我的朋友里面只有他敢招惹我，我慢慢开始接受了，不接受的新闻都发了，我能拿你的账号开删吗？后面来，现在是就剩几题感情的题。常勇跟书生是谁先喜欢上对方的？他追我，我追他，很少会是男女生追男生吧？有些人可能是女生，比较喜欢你啊，但是不会。哦，他不是，他以前讨厌我，对，那就追，他就爱我了。好恶哦，真的要笑死。你的鼻毛要不要剪啊？加了几百次。那鼻毛一直插出来，我很分心哎。你可以不要在我的 YouTube 上清点鼻毛，没有东西给你清啊。我不走。我在拍 YouTube 影片，不可以看啊，白痴。白痴会被别人盗用资讯。哦，那是谁先告白的？然后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？他。而且我们很好笑哦，我31号告白吧，他7月31号告白，我说我不要，他需要年头，我想说还有月头，我等到过了12点我才答应他，我说是8月1号，太白痴吧，你是怎么跟他讲的？手机啊，你就说，你就你这么直接啊，我们直接在一起吗？你要成为我女朋友吗？应该有这句话吧，我觉得，我怎么忘记了？
我忘记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你要成为我女朋友这句话吧，就是确认是成为男女朋友。因为之前那可能那两三个月一个月，甚至差不多一个月都在暧昧吧。然后就直接问他。但很久哎，干我们都在一起八年，八年前的事情很难记得。那常友有让书生最心动的瞬间吗？应该有吧，但我也不记得。心动啊，就是交往的这几年了。心动啊，主要是我很喜欢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一直开心。就他其实蛮平常是蛮白目，但是还是开心的啦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他是很白目的，可是那个白目的100%里面有65%是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，其实好笑可爱的那种，就是白目归白目，但还是有可爱的地方。对，够油啊你！所以这八年其实书生就是在他的白目中带点可爱又开心，对，活过来的，撑过来熬过来的，不然平常应该都会想杀死他。接棒吧，我们在一起喽！笑不出来了。那常勇最喜欢书生的哪里？有个秘密呢。你们看书生每次讨厌白目常勇的手嗨，就是书生看起来是个 很硬的女人，私底下你知道什么女人吗？小猫咪。我就喜欢到小猫咪，但他是一只小猫咪。他晚上就看 baby， 你爱我吗？但是我觉得朋友里面我最常看到你们比较亲密的样子。对，那 就很亲密，就不会出现在画面里面。对，不，画面是不能有，然后在大家朋友面前也不太会这样子。对，他们私底下是比较可爱，就比较像真的情侣一样，大比较像真的。大爆料。对。如果你们有争执的话，谁会让谁？白痴哦，我啊，那我秒答。常勇会争，但常勇最后会低头。对，哎，你要什么时候去？对不起，我的秒没有秒什么，一分钟就怂了。我一定要低头啊，对啊，不然很痛苦哎。那他就点对。等一下，每天拍那个时尚片。时尚吃要吃什么晚餐？明天去哪里？表情，我们生气吵架都不会大，就是会小吵，但不会丢东西或者很奇怪的举动。他就是冷暴力，他就安静。跟我一样，是你惹我生气，我也是完全不讲话，就是会让知道对方我的不爽。对，然后你自己想办法。没有，佩仪是不止不讲话，他不讲话之外还瞪你一下。你们会结婚吗？这个问题好笑。你不问我们什么时候会分手？还是他们问的是我跟你？应该是我跟你吧？有可能，我们两个应该不可能会。你们两个应该会吧？就都在一起那么久，而且也没有。对啊。就结婚就看要不要小孩啊？要小孩结婚啊？对，要小孩才结婚吧。那我还要求婚呢、欸？求婚很……大家他是不是白目？对啊。女生想听到这种话吗？是白目？不求婚你要怎样？不求婚你要我们原地结婚哦？不要，不行，不行，除了求婚。对不起。这是一个小妙招，小妙招。所以女朋友一生气，我觉得认错人会过得比较好。对对，就你，与其你一直争，争到后面都不爽，对啊，早点认错，早点和好。像我这样不是好啊？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很棒啊！不要打我。如果你们结婚的话，希望佩玉包多少的红包？我靠，你一定是包最多的吧？1688，因为我们两个共同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啊。我是你们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吗？我觉得比起马来西亚，你也是最好的、啊。天哪，1688，我要包哎、欸！白痴哦、喔，你太少了。我刚才跟他说1688太少了吧？因为我们应该很少两个共同那么好的朋友吧、啊？共同两个同时都、因为回去的话，我有我的世界，他有他的世界。因为很少可以跟我们两个有共同的话题，可以这样讲。我们是三个算蛮聊得来的。对啊，那可以包多少呢？这个重点。你现在问题是你希望我包多少，不是我想包多少。大一点。100万，太多了吧？可能。我觉得一个188800万是吧，还不错吧？你给我想死了！怎么可能？这个我没有看过人家包这种数字。有啊。这个数字我会参考一下。Yes。我说参考不会做。参考要不要加个零？哎，有默契。下一题，你们有想要生小孩吗？是想要生几个？两个。两个一男一女，
就够了。那理想中应该不会这样。对啊，我爸妈的时候一男一女啊，结果来了四个，意外都来特别快。一男一女你就去结扎，你可以结扎吗？你可以把前面打结吗？啊、可以啊。去输精管打结没什么、啊。没有，是我们现在是要剪掉，永远不能。白痴哦，现在有绑掉技术，干嘛剪掉？剪掉太可怕了。怎么确认对方是你这辈子真的就想结婚的人？有没有什么一个点让你说干，我这辈子一定要跟他结婚？主要是生活开心。对啊、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我就是喜欢每天都很开心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结婚之后常常是依然是这种死样子，就是白目你，然后逗你开心。对，我们的状况现在跟结婚是没有差的，多一张纸而已。就生活还是一样啊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太久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太久了啦。我觉得有没有那种亲人的就感觉了，感觉了。有吗？这样以后被无聊？应该不会，因为他是很白目。对，因为他因为有白目，所以不无聊。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，他真的很白目。以前我们拍影片的时候，他很常白目，然后他就很常生气、嗯，然后网友就会说他很爱生气。可是网友，你们想想，他很白目，他真的很白目。你们忍耐力不够厉害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也是情侣装哎，操，这个是情侣啊！我说你私底下比较甜蜜吗？哦，那一定是有的、啊。可是你们这是我见过网路上唯一一对情侣不放闪的人，几乎不放闪。我觉得放闪真的，如果分手的话怎么办？不是我的点是，分过啊、我是对啊，所以就想说不要放，不要。我的点是可以放闪哦，但你每一篇都在放闪，我觉得很恐怖，很奇怪啊。你谈恋爱不是为了给人家看你在谈恋爱啊？对啊。我会得罪很多嘞。你被地错啦，放闪是好的。怕得罪人。没有，我没怕得罪人。OK， 好了，最后帮我结尾一下，你结尾一下吧。结啊？咦，不要，开玩笑的啦。我觉得这个影片蛮好的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美女与野兽会在一起，这种概念。先忘结尾啦，很尴尬啦。因为我觉得大家也不太知道我们三个的关系。我们三个吗？我们关系很透明啊。对，你想要把它多复杂？为什么我们三个会特别好？哦，那我觉得透过这个影片，大家更了解我们。怎么样？你讲一下。如果没有拍这个影片，跟大家去聊为什么当时怎么认识？哦，大家真的要从头看到尾看我们影片，知道？哦，对对对。因为我们拍。拍 vlog 一定会有提到一些些，就是像漫威这样就提一些。他把自己 YouTube 比较成漫威，哇，我们要第七年了，那个我们2015年认识的吗？一五，快八年。八年。看，我们认识快八年。八年啊，差不多7-8年。我看，哇，一下子就八年了，好可怕哦，老了。我们都要30了。你去帮我亲一下观众，给观众点福利。对，因为你平常都恶心到我们。观众，看我的腹肌吧。你没有很胖哦，没有没有腹肌的腹肌哦，哎、欸、还是有。亲一下帮我结尾。咦，观众不会开心。哎、欸，你亲到整个武器。